这么多人观众的比赛，或者是新闻，就比之前几场热人要多。对，主要是比较热吧，活动的比较开，是人一多嘛，就场馆温度就高了，所以活动的比较开。开一点嘛，就这么多光污什么。然后就是，没想到这个这么多人这么热，风还是挺大的。那你适应了吗？你没看第二局一直在往外打，是吧？我以为我在逆风，谁知道两边都是顺风，每分都比较关键嘛，不管前面他是输了还是赢了，反正到我这儿都比较关键。因为不管0-2、1-1，对吧？我都这分很关键，因为我们后面双打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。那这一分是不是可以说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？怎么说呢？因为不管是我还是陆光祖，其实我们两个可以都放在二单的话，其实就是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一分拿下来，然后给我们后面更创造机会。所以就是，那既然我排到二单，那我肯定需要把它。就是尽我自己最大努力把这分守住。有说是把你放到二单是什么原因？就是想要去抓谁的？这个教练的心思我不懂。就习惯性把你放在腰上。也没有吧，我也打过一单嘛。那一单好打一点还是二单啊？一单我觉得一点还是二单难打。我觉得一单难打一点，我觉得二单难打一点。一单你不管赢输都是1-0嘛，带着这个比分下去，但是你放二单你很有可能就是0-2，1-1，1-1你输的话你这边输了就1-2，1-2你后面可能压力太大了。